这个名户，他是我们这个村子里原来是贵籍，那么他去吃官司，吃了很多时间。文化大革命这个是。文化大革命是吃官司。毛泽东这个是。哦。我就他们，他跟毛泽东讲这个找了个毛泽东找一下，哦、那么他们允许爸爸嘛，吃官司了。挺工资嘛。那你怎么看他吃官司这个事情？冤枉的。冤枉。 无辜的这个人，但王老这想，现在毛泽东想，以前毛泽东想关了门的，现在他妈老早的子里早早还有的啊，过事情嘛，过去的事情不好讲的啊。麻烦你一下，请问那周明富家在哪儿啊？干什么啊你？周明富。你要干什么？啊，我要跟他谈一谈。谈什么呀？啊？谈什么呀？哦，谈好多好多事情。 你要干什么事呀？我就是周明富家呀。哦，就苦，那个时候是真的苦啊。